然后今天第二次这个天地流，我因什么事件是有在观察大家的投资方式，也不是投资方式，然后会感觉到高潮迭起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太保守的话，钱永远都会只有那样，而且会越来越少，因为一直都会在支出。人会因为环境不同，所以价值观不同，所以需要勇气去跨出自己原本的环境和自己的舒适圈，才能先改变自己，然后你的钱才会跟着一起改变。然后对，最后是那个金坚学总结一句话，我觉得总结的话是人因梦想而伟大，因为有梦想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去赚钱来完成梦想，所以人因梦想而伟大，这样。